有一次很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在一个非常的穷乡僻壤的一个小乡村的一个教会，非常穷的。哥伦比亚这个第三世界很穷，然后我在那里有一个晚上在那里讲道。我跟他们讲，有那个牧师，接待我的牧师，这个是他们建立的一个小教会。牧师他本人也是宣教士，他是墨西哥人，到了哥伦比亚做那个宣教，所以他带我到他不同的地方去讲道。然后我去那里讲道的时候，我就记得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是全世界上最有财富的人，最富裕的人吧，应该是最富裕的人。”然后开始讲啊，你们多么丰盛，上那个牧师的眼睛大大的，这个你说什么？你疯了吧？这个你没看到他们多么的穷？没有看到他们这个光景这么的不好吗？你这样讲是讽刺他们吧？不，如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是真的拥有耶稣基督，那就具有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已经属于我们了，因为我们拥有永生，我们的罪恶得了赦免，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对吧？我们有了一个命定，我们有了一个使命，我们有了一个完全新的身份，我们成为了天上的人了，我们不属于这个地了，我们属于天国了，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次我在昆明的时候，在昆明聚会，然后我记得我经常跟他们说，主日跟他们说，你们要知道我们此时此刻这里的小小聚会人数也不会大过我们现在，可能多一些可能少一些看情况，我们是全国最重要的会议，什么什么中南海啊，没有，不重要，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传他的话语，向他祷告，敬拜赞美真神，我们这个聚会是大过全世界上，大过白宫里面中南海任何什么国家什么政府什么什么人物了，我们这里才是。他们瞪着我啊，你疯了，我们你没看见我们只不过是我们这几个人在这里然后我们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在一个很烂的一个老房子，我们必须要用天国的眼光，因为天国的眼光是真的，大部分的人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一个什么叫一个虚拟的世界呢？就是一个假的，一个假象。他们把假的东西看作真的，把真的东西看作假的。金钱等一下就花掉了就没了，健康等一下没了，老那个身体那个叫什么老迈了。衰退了，不失去了，没有了，这个青春等一下就没有了。我们看作真实，实际上是假的假象。然后我们把永恒的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宝座、天国的荣耀看作假的，看视为假的，好像这个是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好像很遥不可及的啊，这个是很遥远的，这个跟我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太关系，那是因为你受骗了，跟我们日常生活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一个更大的一个道理，是因为我们蒙蔽了眼睛，我们上当了，我们被欺骗了，我们不明白真理。耶稣基督要打开我们的心眼， Amen，
要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东西，把真的当作真的，把假的当作假的。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最主要的目标，要脱离旧有，进到新的，脱离这个这些败坏的东西，这些假象，这些谎言，这些风俗习惯，要脱去。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脱去旧衣，穿上新的，穿上新的，穿上耶稣，披戴耶稣，脱去旧有，穿上新的。旧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这个老一套，我们的旧有的思想，那些根深蒂固的那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金钱观，甚至神观。我们不是否认神，但是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模糊不清啊，糊里糊涂。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那位是谁。保罗说，我确信。为什么保罗我确信我所交托于他的他能够保存到那日？ 他为什么那么大的信心？保罗为什么那么大的信心？他知道耶稣，他见过耶稣，他认识了耶稣。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亲眼看见，他亲耳听到他的声音，耶稣向他显现，而且不止那一次，不止那一次。耶稣他知道他所传的那个人，比他周围，比他当时所有环境都更加的真实，就是看不见的耶稣。为什么？怎么可能一个看不见的耶稣比那个你看得见的东西更加的真实？因为他看过耶稣。同样呢，如果说我们要真的做一个门徒，真的做一个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看见耶稣。那么往往不是用我们的这个肉眼看到他，对吧？要是有机会，我也愿意。但是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体会看见，是一个看见，但是不是用肉眼看见的，是一个内在的看见。就像你见过一个人，对吧？但是你不认识那个人，所以你见他用肉眼看到他，但是这个是很表面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熟悉于那个人，你非常了解了那个人，你有跟那个人相处过一段时间，后来是你知道这个人，知道这个人的内心，这个心思意念，他的想法，对吧？你知道这个人，这个是用心眼看见的意义，不是用肉眼。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属灵哦，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个异象，他们做了什么什么梦。我不是不相信有异象和梦，但是往往就是往往在在讲，在特别的强调我的梦啊，我的梦啊，我的意象，我的意象，往往那些人是假的，往往是这样子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真的，当然有真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讲的很夸张的，特别的强调这个方面的，往往那些人是废话，对吧？你知道那个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的那些假先知，因为他处在一个充满假先知的一个时代当中，那些先知他们的预言从哪里来？我的梦啊，我的梦啊，我做了梦，我看见了什么，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就是不认识耶和华。